是。我是不是该在赶去镇外的路上，对吧？林公公，别来无恙吧。你，我虽然眼睛看不见，可这心里亮堂着呢。是你写信骗了一招调虎离山吧？算你狠。如今虽说我们都是潜龙会的成员，可这宝藏一定属于我，而你想要得到宝藏就拿命来换。哼，当年大家都为了宝藏共进共退，如今你想一人独吞。菜瞎子，你尽管放马过来吧。难道你不是吗？只要你把月光币拿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拿来，看在同在潜龙会的份上，饶你不死。咋居然当了革命军了？币放哪儿了？你去死去吧，我让咱俩捞个两头空。哼，你再给我招鬼，我让你生不如死。是谁干的？蔡刀锋。蔡刀锋是他。没事吧？在我的手上，左手有一个你们要的鱼，你们把它拿走，我死也不会让他得逞。这是啥？啊，月光币！什么？你敢拿石头骗我？你们快走！你们快走吧！快快走！这块玉就是开启宝盒的信物，
这来龙去脉一串，看来当年的脱镖人就是蔡刀锋和林公公，也是仅存的两个原镖主。林公公死了，把这宝盒交还给蔡刀锋也是天经地义的。爹，不行，这个宝盒绝对不可以给他。哦，蔡刀锋为了夺宝加害月娘和小猴子，除此之外他还杀死林公公，妄图独占宝盒。蔡刀锋他现在已经失去了那半块玉，无从证明他就是宝盒的原主。所以说这件事情于情于理我们都不应该把宝盒交给蔡刀锋。奎儿，你错了，我们是镖局，讲究的是信誉，担负的责任是所受脱镖之物必须一分不差一毫无损地送到脱镖货主的手里。至于货主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无权过问。爹，这样做是不对的，万一那些人拿着镖货去做坏事的话，那我们信义镖局不是助纣为虐吗？哼，这就是我们这个行当最特殊的地方，即使镖货再大我们也不动心，即使镖主再有问题我们也不追问，只求信义在心中，确保货物能平安顺利地送达货主。这就是天下所有的镖局都会遵从的，而且永远都会信奉不渝的。可是这未免也太独善其身了吧。奎儿，爹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们不是道德行为的裁判，更不是衙门官府。镖局只管保人保货不保心，至于蔡刀锋嘛，可以确认他是当年脱镖的仅存者，保货交给他乃天经地义，这也了了信义镖局20多年来的心愿呢。可是现在蔡刀锋他手上并没有那半块玉。奎儿，那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这另外的半块玉，难道我们能算是这宝盒的镖主吗？爹，您这是……你现在是信义镖局的总镖头，这镖货就得交给你来保管。爹，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小猴子，你来有事吗？老爷，我还有话要说。还在想昨天老爷的事啊？嗯。你说这话听起来吧，左右都不是。要是真给他的话，我不甘心。他要拿出去做坏事怎么办？可是如果不给他，就像老爷说的，那咱们的诚信，信义镖局的诚信就没有了。唉，真让人为难啊。傻丫头，讲信义也要看对谁讲。如果我们真的把宝盒交给蔡刀锋的话，那不就等于是助纣为虐吗？什么意思啊？听不懂。要怎么解释你才能够明白呢？啊，就好比说，你将一把刀交给一个坏人，那不等于是帮助他杀人吗？哦。你明白了就好。我们要想出个两全其美、对两边都好的办法。这个办法既不能够违背信义，又不能够让坏人得到宝藏。谈何容易？嗯，我想出了一个办法，但是不知道行不行。说来听听。嗯，咱们先把宝盒给他，等他去挖宝的时候呢，咱们再去给抢回来。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亏你想得出来。啊！这让人瞧见，多不好意思啊！
这儿干什么呀？来看山吗？哇塞，好漂亮啊！这么多颜色，而且大大小小都揉在一起，好美啊！蕾儿，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看到你跟他在一起，我有多心痛啊！今天我一定要告诉你，我要读读看，要把你读过来。我一定要带五魁来这里，他一定会很喜欢的。你咋不说话啊？你不是说带我来这儿有话跟我说吗？你怎么一个人开始发呆啊？啊，我一直觉得这很美，想让你陪我来看，一直看到了。这个给你，你一定要好好看。阿良，我不想看，我也不能看。我心里一直把你当成朋友，我也知道你对我很好。可是，我希望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好吗？阿良。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我已经把我整个人都给了萧五魁了，我打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其实我刚开始没有这么想，因为我知道他心里有格格，所以我就一直躲着他。后来因为这个都心痛的生了病，你也知道的，我差点死掉了。可是后来一切都没有了，格格不要他了，我才鼓起勇气告诉他我在乎他，我想跟他过一辈子。这是我心里的想法，所以你对我再好我都不会接受了。你别傻了，他心里还一直有那个格格。我知道，但是如果他真的跟格格在一起了，我会离开他，成全他。你可以回到我身边。不，我说过的，我整个人都是他的了。如果他真的跟格格在一起，那我就一个人过日子，我还可以想着他，念着他，不会再去打扰他。我有多么不甘，多么无奈啊！可是我明白了，我们这辈子永远只是好朋友，这对我来说有什么不好呢？蕾儿，我真心祝福你，祝你永远跟他在一起，幸福。这才是我认识的阿良嘛，阿良，谢谢你。明天我就要跟大家一起下山了，有时间我还会回来看你的。
灵儿，再见了。罗明提要去干我该干的事情了。不好了，我爹昨晚带小猴子下山，说有急事，他会不会老毛病又犯了？不会吧，他既然能够留信给你的话，就说明还挺清醒的。咱们赶紧回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吧。 我们进奶奶一起走。灵儿姑娘，见我们老大了没有？没有啊，怎么了？哎，不对呀，他昨晚下午出去，一直没有回来。我早就回来了。商店儿起来。山顶上找了吗？那里里外外都闲编了。坏了，他一定是找王爷去报仇了。啊，他一个人去的吗？你别挨了，赶紧派人去找吧。坤总，哎，等一下，我跟你们一起去。啊，五魁。 奶奶和老爷就拜托给你了。我知道了，注意安全。放心吧，咱们上海镇见。走。你问我为啥要杀？当年你害死赛虎，赛虎是我爹，现在儿子给爹报仇，血债血偿，你明白吗？ 我说亚郎兄弟，你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商量。这啊！哎呀，哎呀，别杀我！千万别杀我！啊！爹，您泉下有知，孩儿今天给您报仇了。啊！啊！啊！ 替赛虎报仇是吧？啊，就你还想杀我啊？看我怎么斩草除根！我，啊！快带牙狼走！打死你！打死你！我，啊！怎么都跑了？啊！你们不玩了？有本事就来杀我呀！ 野狼，你说你怎么这么莽撞啊？这还好找到了一个好大夫，不然你这条命就没了。别管我。哦，不管你是吧？那你啥都不管了，山寨里的兄弟你也不管了？我自己来。嘿，这都啥时候了，你还耍性子？那我走了。把药给他吃了。 这拖了20年的镖，眼看就要交镖了，可我心里怎么如此不踏实呢？也许五魁说的对，我确实不该交镖。不好，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虚惊一场，幸亏宝和玉佩没出事儿，看来我年纪大了，疑神疑鬼了。阿玛，打听清楚了，这次荣贝勒是真的回来了，他刚回到大营，而且一身重伤。这个狗！
东西，他怎么就不死在外面呢？阿玛，这荣贝勒还死不得，而且我们最好还是主动拜访他一下。为什么？表面上是拜访一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终究还得靠他保护呀。阿玛，你想想看，那些土匪都是些亡命之徒，这次不成功还有下一次，所以我们一定要靠他铁骑军的力量把这群土匪给一锅端了，那样我们才可以过踏实安稳的日子。登门拜访的确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我们只不过是扇个风点个火而已。那我们该用什么方式去见他呢？事到如今，我们也只有借太祖宝藏的名义了。嗯，现在儿子给爹报仇，血债血偿，孩儿今天给您报仇了呀！现在也只有这条路可走了。好吧，那我们就去登门拜访一下这个荣贝勒。比宫里差远了，这点小排场想护谁呀？哎呦，吴振祥给格格和王爷请安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托贝勒爷的福啊，我不光回到了镇上，而且被贝勒爷封为了铁骑队的小队长。这个说起来呢，也是我祖上积德啊。另外呢，也是贵人相助。哎，这个贵人啊，吴主子，哎，你啰嗦什么呢？快叫二子送些花茶进来，口快渴死了。这，你看我实在是太忙了，您二位自便啊。哥哥，真是见了鬼。走。荣贝勒，听说您回来了，一切可安好啊？嗯，还凑合。啊，那我和莫亚就放心了。现如今这宝盒的下落已经打听清楚了，我们呢？有的是和镖局的关系，你有的是铁血手腕。要是我们能够合作的话，那这太祖宝藏就是我们的了。是啊，是啊。荣贝勒，您倒是表个态呀！这么天大的好事儿，本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还想让我对你感恩戴德不成？以为我不清楚啊？如果你们不是走投无路了，怎么会来我这里？你们该耍的手段也该耍够了吧？结果怎么了呢？你以为你是谁？顶着个王爷的空帽子坐吃山空？胆子比耗子也大不了哪儿去，还整天夸海口说是干大事的人。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被土匪刺杀的消息呀？我看你根本就是又想利用我，又怕东西落到我手里。你误会了。误会？我会误会你？经过这次的生死意外之后，我比谁都明白，我怎么会误会你？荣贝勒，
其实呢，你我还没说你呢，你比你老爹好不到哪儿去，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以为是仙女下凡，你比得过我吗你？哼，自以为把萧武魁迷得神魂颠倒，美其名曰缓兵之计，可结果呢？运烟土运不成，筹钱筹不到。你的这点作为，还想复辟成功后能当格格？做梦吧你！哎，太祖宝藏的事儿，我自会处理，不需要你们掺和。我劝你们父女俩给我消停一点儿，不然我把你们设计镖局的那些事儿给说出去，看谁先比较有麻烦。哎呦，你们真讨厌，跟你们说话说得我皱纹都爆出来了。容贝勒，你还不快滚，你不要逼真太甚了，你敢对我开枪，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怎么，你也有怕的时候啊？怕谁怕了呀？知道我忍你很久了，我决定我不再忍了。阿玛，你阿玛，原来这枪跟你是一样，是空壳呀！阿玛，进来。你个死货，居然敢让贝勒爷口渴，你不想活了你？贝勒爷，您喝茶。去送王爷格格回府去。这，王爷格格，那咱们就先请您。记住了，从今儿个开始，你给我好好的照看他们，别再让他们出来乱逛。这，走吧。看什么看？说你们呢。告退。哎，轻点，别到时候给冻坏了的。哎，轻点，轻点，轻点啊！都值钱的玩意儿，这都是。来，大胡子，哎，吃碗点心。好嘞，谢谢队长。哥几个，吃点心，来来来来来。谢队长，谢队长，谢队长。我跟你们说啊，只要跟着我好好干，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啊！是队长，都好好干啊！哎，谢队长，谢队长。进来挺准，要吧？要吧！哎，谢队长，再给你一个。来，这一个好啊！你给我看一看，别抢，这我的。吃。这个算我请客。啊，你们放心，有我在就少不了你们吃喝的啊，你们只需要好好的待在这就行。那可真要多谢吴队长，能让我们在自己家里受到如此优待。
真是天下奇闻。奇闻？格格，你以后只要跟着我吴楚子，这种奇闻你还见得多呢。啊？这不，奇闻来了。进来。跪下。跪下。你个死东西。你以为你爬到我头上来了。啊，你张开你的狗眼看一看。我吴楚子现在是一天走得比一天高。你呢？混得一天不如一天，连狗都不如。好好给我做事，啊，不然的话，滚！滚！滚！莫牙。气氛好看吗？来人！哎，都过来！来！送王爷格格回去。请。这王府可真好。这要是我的该多好啊。多谢各位今天拨冗参加我们信义镖局的交镖仪式，请大家为我们做个见证。有请托镖主。请上座。东西给我就行了，还这么麻烦干什么？你是信义镖局20年来最重要的主顾，这些礼数都是要的，请。好，好，好，好。小心。哦，那玉佩不在我手上，这镖物。你还会给我了？当然了，镖主已经确认无误啊。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儿，我们信义镖局将这20年前的宝盒物归原主。请坐。啊，有请总镖头。桂儿。你以为是假的吗？我们信义镖局向来说到做到，不像某些人弄虚作假。奎儿，请验镖。请你验镖啊！慢着，要是里面的藏宝图被这么多人看见，那麻烦的可是我了。可是不验一下的话。验镖吗？蔡师傅，验镖吗？请。好。
没错，是真的，是真的，那是真的。这20年前的标都能物归原主，是啊，是啊，是啊，我们脱标啊，就找信义镖局。对，多谢各位。 20年的标总算是交出去了，对呀，而且还交的风风光光的。风光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挽回了镖局的声誉，是不是啊，爹？好，说得好。你们信义镖局是在跟我玩花样吧？这是什么话呀？你们交给我的宝盒里面是空的。啊？怎么可能？你刚才不是当场验过了吗？可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你们拿走了，空的。哎，会不会本来这宝盒就是空的呀？不可能！难道我们潜龙会当初会为一个空盒子牺牲那么多条性命？我看你们就别贼喊捉贼了。我说嘛，那么好心无条件给我，这东西在你们手里那么久，难说你们会不会？ 我们信义镖局顶天立地，问得过天地良心。要是我们要拿你的东西，还要等20年吗？还用得着千方百计去找物主，物归原主吗？没错，而且你在镖局待了这么长时间了，镖局什么样你不知道吗？可最重要的东西不见了，可是事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是我拿的。我知道你的为人。 我没说你拿，可是，也不是我。虽然我不愿意把东西给他，但是砸镖局招牌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做的。那可就奇怪了。难道20年前这个盒子交到我手上，还会有内情？哎呀，我知道了，桂姨，你知道咋回事啊？是贼把宝盒里的东西给偷了。 你知道，老爷知道，还有小猴子。想宽我，等老娘出去，看你们还有好日子过。哎呦，哎呦，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二姨，你别怕，是我楚子。楚子。 是怎么溜进来的呀？啊，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没被人发现吧？我是什么叫溜进来的，二姨？我这是光明正大的，我走进来的。我跟您说啊，我现在是荣贝的手下的红人。我跟您说，我到王府来，我是来看着王爷和哥哥的。我这么跟您讲吧，啊，以后谁跟您作对，那就是跟我作对；跟我作对，就是跟荣贝的作对。我看他能过上好日子吗？是啊，这我说了算。 哎呀，楚子，你可算是有出息了！我就说我眼光肯定不会错的。你看啊，这要不是二姨经常提携着你，你能有今天的成绩吗？多谢二姨提携。楚子，哎，你看我这张嘴。
振祥，这名你不叫我都忘了。你看啊，如今你也出息了，从今以后呀，我就把你当我亲儿子看啊。哎，那打今儿起呀，你的就是我的啊，我的呢还是我的。哎，二姨啊，您在王府这么多年。